好家伙，果然是他自己来锤了。油，少盐，然后吃一些比较低脂的菜啊，像西兰花什么的。鸡胸肉其实是一个不错的选择。鸡胸肉你吃得下去吗？还有牛肉。哦，可以的。来我们一个帐篷，一起跟我们吃午餐。他就会做那个，比如说煎的鸡胸肉啊，牛肉啊，然后水煮的西兰花，然后我们都……我的妈呀，鸡胸肉、西兰花、牛肉全对上了。你看他说完这个笑不对劲啊，你们都懂吧？我们当然懂王那个播的减脂餐嘛，笑拆迁你可真敢。牛肉。哦，可以的。牛肉，这两口子都是提到牛肉憋不住啊。哈哈，同一个主持人，同样的九分钟，需要九分钟的时间。哈哈，雷达响了。这个画面我们可以连续看九分钟。给俩人修的哟。